烟幕中熊熊的火焰直达天际。这里是中国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，在7月17号这天盛大举行一年一度为期3天的火把节。彝族总人口共有660万人，主要分布在中国四川、云南、广州以及广西，每年大概在7月中下旬举办彝族历法中的新年火把节。在火把节期间，各村落入夜时会点燃用干松木和松明子扎成的火把，在村落入口高挂大火把，各家门前则竖起小火把，驱赶恶魔和坏运。火把节期间也会举行传统的摔跤、斗牛、赛马等活动。今年的火把节更是针对彝族闻名遐迩的刺绣举办族服设计走秀，有26个民族参展，一共展出2800套传统服装。每年的火把节越来越盛大，也吸引好几千位来自世界各地的民众前来参加，被国际称作是东方的嘉年华。记者阿伦巴扎编译。